的梦里一直有一条过不去的大河，我像是去过那里，又像从来没去过，但我很熟悉那条街，熟悉每一个角落，因为我的青春从那里开始。大哥，你要按摩，我推掉其他人。妈，你说几点就几点。妈，哪有什么年轻小姑娘，我正在看电视呢。那我等你啊。你一大清早的嚷嚷什么呀？那怎么了？我有点不舒服。没事。新校服的钱老师催了很多天了。你这校服才穿了一年多，换什么换？浪费钱。这话你不用和我说，你和老师说去。说什么家丑不可外扬，这一大清早的就乒乓乱响。行了，别磨蹭了，这人家里的事，赶紧上学去吧。哎，牛奶别忘了喝啊。好。
那牛奶给你。不用了，你自己喝吧。又和你妈吵架了？还是校服的事。回头我再跟老师说说吧。走吧。转傻了，转傻傻你了，能自觉点吗？衣服弄好，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把衣服扣好。白褶裙也太好看了吧！你们一中这么好，干嘛转过来呀、啊？我们学校要什么没什么。就是小米，我给你拍张照，一起拍嘛，一起一起一起。你找个同学拍。哎，易阳，帮我拍张照。我不会拍。这呢叫做傻瓜相机，就是傻瓜都会用的意思。他的校服为什么跟你们不一样啊？他家穷。拍照。来来，换位置。一，二。今天是你值日生吧？跑哪儿去了？害得我给你擦黑板。哎，小米，你喷香水了吗？还是洗发水的味道啊？好香啊，就跟奶茶一样。你好，我叫唐小米，你认识我吗？早上早自习怎么没来啊？怎么了？太丑了！给我，你丑。齐明呀，他可是我们学校的校草。你知道今天早上他给你领学生证和带你去参观校园的时候有多热情吗？说明他负责。哟，还负责。咱还是好好学习吧，你那小裙子啊，能派上用场了。我要去趟医院，不参加你的表彰会了。怎么了？我就是不知道怎么了才要去医院吗？你别问了。
班长这么优秀，是不是每年都得奖啊？萱萱，你的手机落在这里了。给我吧。你在笑什么？没事。再接再厉，表现得不错。谢谢老师。对不起，对不起，是不是我花扎到你眼睛了？对不起。放松。你这是花粉过敏，你有过敏史吧？小时候就应该知道了。尽量少去花草树木多的地方。我先给你开点药，最近避免吃生冷辛辣刺激的食物。好了，你可以下来了。你这个病啊，还蛮严重的呢，一般啊都是性行为传播的。医生，我没有，我从来没有那个过。这种病被间接传染也是可能的。最近有没有去过什么公共浴室啊？那你下一次叫家长一起过来吧。啊，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呀？得了这种病怎么可能不让监护人知道啊？我们这里可是正规医院，不是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诊所。而且你后续治疗不需要花钱啊，你自己赚钱吗？要花很多钱吗？激光治疗一次就是500块，500块，一个疗程要做5次的，2500块，这还不算涂抹的药呢。救小福，同学没事吧？我叫顾森西，西是影视歌三西的西，不要木字旁。有什么事儿？你跟我没事，走进去。好，你跟我没关系。这是哪儿啊？就六楼吗？6楼，我为什么要在6楼？我要去1楼。哎，同学，这上行的，什么情况？不好意思啊。没事。谢谢啊，不会。哎，姐，你没事吧？没事。哎呦我去，你这脸毁了，毁了，毁了，毁了！就这家伙是吧？你是个凶手，
哟呵，凶器你还不赶紧销毁？什么凶器？还敢带到医院里来？人赃并获的，你有什么好说的？你知不知道过敏严重的是会死人的？医生说了没事，什么严重？别闹了，行不行？你叫什么名字？留个暗点，回头我姐要是有什么情况，我跟你说，你别想跑。我叫齐明。我叫顾森香，他是我弟弟顾森西。森西，森香，西厢记的吗？不是那个香。聊不完了是吗？湘菜馆的湘，记住没？什么湘菜馆的湘啊？我的西，影视歌三西。啊，《西游记》的西，姐走了，赶紧的。谢谢你送我来医院。啊，走走走，你怎么那么不小心？你还记得你摔进花丛中，就因为这事，妈打了我一整天，你知道吗？是你连拖带扯把我拉进去的好不好？整个公园的人都听到我在喊救命。顶针给我拿来。我怎么了？我身体不太舒服。什么病啊？我想……你是想骗我给你医药费是吧？编个好借口呀！要不要我帮你想啊？发烧啦？胃痛啊？屁股烂了？我告诉你，你那破校服啊，我就不想买。要有什么问题啊，你让你们老师直接来找我。李正飞，我出去一趟。怎么了？哭了？没有，刚才吵才训的。医生怎么说呀？没什么，不要紧。哦，那就好。到底哪里不舒服？好大的花啊！喜欢吗？送你吧，这花可给我惹了不少的麻烦。花能惹什么麻烦？你花粉过敏吗？你第一天认识我，我哪那么娇贵？这花真好看，不过应该过两天就枯萎了吧？小明，回家吃饭了。哦，好。怎么又爬进人家的窗户了？挂天底下，说了都忘了。是人生的芬芳，作者唐小米。黑暗里的芬芳像温柔的诗篇，在无人知晓的静谧中一字一句的融化。如果在明媚的晨光下，也许没有人会注意到那悄然的香气，正如没有经受过挫折就意识不到成功的可贵。
课都快上完了，你去哪儿了？我上厕所。上厕所需要这么久吗？我肚子疼。你看看你这个学习态度，啊，怎么跟你的双胞胎姐姐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给我好好站着吧。好了，你先回座位上坐吧。老师，我还继续念吗？不念了，马上就下课了。你们下课以后记得找唐小米进来看。苦难是道加法题，人生的苦难有很多，苦难涂抹在幸福之上，仿佛焦灼的黑色柏油。唱的也好看，是吧？哎，晚上我请你们唱歌呗。可以啊，我好久没唱歌。我们把班长叫上呗。班长，班长那么难约，那是你。唐米怎么约不到啊？哎，那不班长吗？你那小短裙能配上裤衩了？走啊，还是得上。走走走走走走，去就去。班长，哎，一阳没事吧？那今晚也没办法找他去唱歌了。那班长今晚有空吗？我吗？嗯。今晚作业太多了。果然啊。果然什么？他们和我说班长架子挺大的，我肯定请不动。我自己还不信，说要试试，这下丢人可丢大了。那你们晚上几点啊？班长，你答应了，你想几点就几点好了。爸，我出门了，别太晚啊。好。小明，钱带够了没？带够了。早点回来啊。好。肚子还痛吗？你妈呢？没在家吗？怎么了？你怎么了？瑶，瑶，瑶，你怎么了？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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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在这里，瑶，在这里。先别动，快躺下。医生说。医生跟你说什么？医生说你高血压，你再这样乱动不行了。高血压。医生说你就是精神压力太大。小心手。启明，花了多少钱？挂号。吊这个药花了多少钱？我得还你啊。钱的事你就先别管了，先好好睡觉吧。
季明，你就是对我太好了，好的有时候我劝你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很有可能有一天你把心掏出来放在我面前，我也觉得没什么，没准还会在上面踩上几脚。启明，你还是别对我这么好了，你对我越好，你的感情就显得更廉价了。你这突然胡说什么呀？没有，我就想知道多少钱罢了。都说了这个你先别管了，你渴不渴？我给你倒杯水。你今天晚上不是要去唱歌的吗？哦，对，你不说我还忘了。好吧，那要不要我们去医院看看他呀？嗯，好，那你好好照顾他。嗯，拜拜。刚才梦到你死掉了。梦都是反的呀。对，梦都是反的。你把那裤子换下来洗了啊。哦，好香啊。
哦，对了，他爸，那洗衣机的内桶啊要修了，生锈了都。问了修理的人，这一开口就要说600，真是天理地理，有钱有理啊。啊，600啊。易遥，找我有什么事吗？没事，就是齐明说你昨天晕倒了，你还好吧？哎，对了，他们都说你跟齐明只是邻居关系，可我总觉得……别记得了，就是邻居关系。今天下午第4节课，因为老师有事儿，可以直接回家了。那你好好注意身体。你要走吗？有个东西。这一天我要出去集训，不在学校，自己照顾好身体。嗯。我要先去趟医院，高血压的事，医生让我再去复查一下。OK。你哪来的钱？你先拿去。你先告诉我这钱哪来的？我偷我爸的，还回去。没事的，不会被发现的。你立刻还回去，干嘛把自己弄得这么脏？这不还是为了你吗？谁让你为了我？你自我感觉会不会太好了？我开口求过你一个字吗？还回去。哦，这是见者有份啊。我不会开玩笑，我找你是想跟你说这几天的集训跟竞赛要多少钱。要多少钱？哎，不是那个意思，是领队老师在统计有多少人要住宿舍还是回家住之类的。啊，我住宿舍。哦，好呀。你有不擅长的事啊？没关系啊，我也有。会吗？不过你这么聪明，多练习的话肯定会进步的。
下一个。这里的病，有好多生僻字啊。年纪轻轻的，你干什么呢？什么干什么？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非要想不开？谁想不开？我捞个书包而已。捞书包？你骗谁呢？要不是我及时出现阻止你自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不堪设想，你知道吗？谁会在一个这么浅的池子里自杀？你可以蹲着啊，我跟你说，你这样死谁也拦不住啊，除了我，谁能拦得住你？我的书包已经被他们扔了好多回了。你说的也对，死有什么可怕的？活着才痛苦呢。人为什么要选择活着？你这不叫选择，这叫放弃。哎，你去哪？你别管我了，跟我沾边的人都会倒霉的。你不应该感谢我吗？我刚刚简直妙手回春。话错在是，这次不是这么用的。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刚刚救人性命，脑子一热，这行为本身，我刚刚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去想，我蹭一下我就跳下去了。其实我倒挺羡慕你的，我这个人，做什么事都考虑后果，但我的人生依然很糟糕。我在想。刚好可以凭这个保送吗？哎，加分总行吧，加分总行吧。哎，我叫顾森西。
西是那个饮食歌三七巨星的七不要木字旁。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是希望的希。哎，你明天敢不敢旷课？你不是说带我吃早饭吗？是啊，来这里吃早饭啊。我跟你说，这的热狗超热的。好吃吧？原来这个季节还能有点绿色，可是花应该都枯萎了吧？怎么可能？看这里啊，这么大一朵校花。易遥，你在哪？我来救你了，我英雄救美的时刻到了。我又不美。可我是英雄。顾森西。啊？你干嘛还愿意跟我一起玩？我从小跟我姐一块玩，一个人不习惯。学校那些乱七八糟的话你一点都没有听见吗？说实话听到一些吧，但学校胡说八道的人太多了，我连上课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何况这些垃圾话呀。哎，我得病的事情是真的，你不惊讶吗？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吧，但这有什么好说的呢？这就好比大家提到艾滋病就会觉得很可怕很恶心，但也有几岁的小朋友就得了，那小朋友又有什么错呢？你这个病又不是非得那样才能得了。你没有那样过吧？什么呀，我还是少女。少女，获救了，获救了，太感人了，让我们现在就来采访一下失足落水少女此时此刻的心情。不是失足落水少女，是失足少女。失足个屁。算了吧，你还是别管我了，跟我沾边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好运气。英雄救美那是生物的本能。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认真的上过一堂课？生理卫生我听得很仔细，我差点就选上课代表，我全勤。生物的本能叫趋利避害，人们看见糟糕的东西都想要躲远，只有看见美好的东西才想要靠近。够近吗？我告诉你一样，他们就是感觉到你的害怕才来的近道，你越害怕他们就越来近，你要反击回去，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出这模样，一看就有病的吧。你干嘛？啊，对不起对不起，刚没砸着你们吧？坐这儿。确实有病，但是你能不能行行好，只脏你自己，别脏了别人啊。这就想走啊？你不甘心钱你不给啊？胆小鬼，没种呗。哎，不想说他了，真的晦气好吗？真晦气。不用干洗，我帮你冲干净。你要疯了，赶快去告老师。你干什么？怎么样，尤凯那小子现在是不是浑身哆嗦啊？你教易遥的？怎么说话呢？虽然我人格魅力很大，但易遥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好吗？看什么看？同学们，一直以来，我们学校对校园暴力都是零容忍，始终坚持要讲文明、懂礼貌、守秩序，做言行规范、品格优秀的中学生。但是就在这几天，高二一班却发生了数起有违中学生道德品质的事件。高二一班易遥同学有违校纪校规，蓄意滋事，行为恶劣，影响集会，所以同学们要引以为戒。不是，你干什么？哪个班级的？报告老师，我上厕所不小心绊倒了，对不起。上厕所你跑到我这里来了？啊，对对对，我解释一下，我之所以会被电线绊倒呢，是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我眼睛之所以看不见呢，是因为我被齐明同学一拳给揍肿了。齐明同学作为学校优秀学生代表，蓄意滋事，行为恶劣，影响机会。你有没有完了你？哎，我完了。快弄给我。老师，我给你。下去。老师，我帮你弄好。同学们，喂，同学们，喂，好好反省。你呀，姐，我这次可真是被冤枉的。你哪次说自己不是被冤枉的？你这话就身份了，我可是你唯一的双胞胎弟弟，血浓于水。神经，也不知道谁背着我偷偷交女朋友。你说到这个，手机给我一下。干嘛？快！我存个号码。谁呀？比110还重要的号码。我得教训他。你呀，多学学你姐姐。以后你要找我，打这个电话会更快。所以他是谁啊？
双胞胎的心灵感应还真是啊。所以这是真女友的电话，我再帮你备注一下。你这五个字太长了吧，改两个字行不行？两个字？这人怎么这么肉麻？一上来就叫人家弟媳，人家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你脑子里只能想什么东西？同学，看到没？哎，同学，你带没带卫生巾啊？你今天干啥？同学你好，我有，我给你吗？病原体，就是那个病原体。病原体？谁啊？算了算了。同学，这给你。哎，你这个小姑娘怎么那么倔呢？要想好得快，就得用激光治疗，一次一百，十次下来，你的这个痛苦就可以彻底解脱。对，妹妹，你用点劲儿，你这就舒服了。舒服了吧？对，你往上走着，脖子也不舒服。好。哎，谁呀？谁来了？哎，回收废品的。不是来相好的吧？我和回收废品的结下账就回来。那我冲个澡啊。你这个点回来干什么？看你妈出把戏啊？好看吗？这个烂货又在打赔钱货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让我告诉过你吧，啊，什么时间你不许回家？告诉过你吧，啊。你就那么想让那些垃圾看见你啊？他们每次来之前，我要把你晒着的内衣藏起来，还要把你的照片藏起来，啊，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你。你知道那些人是什么呀？你还好回来自投罗网。妈，我要钱。没有。这个赔钱货，你给我快点滚！齐了吗？少一个，班长直接去科技馆和我们会合。少女心灰意冷。他在想，把扯牢嘞，什么科技馆，谁爱去，谁去。这时，他的脑海里回想起那位英俊伟人说过的那句话：“我书包还在那车上。”不是这一句，那位伟人说的是：“反击吧，少女！反击啊，少女！”没用的，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否则我的人生是不会好的。谁说太阳不能从西边出来了？我就经常梦到啊，梦都是反的。我梦里的成绩也很差。我不跟你扯了，我书包还在那车上。顾森西，又是你，我们已经迟到了。哎，来了来了来了，快点快点，让我为你精心准备双人自驾游。班不是在最前面吗？应该很好找呀。又没说非要跟班级一起逛，无所谓的。明白，你想跟我在一起吗？既然这样，择日不如撞日，你记一下我手机号码吧。啊？我转得很生硬吗？我已经尽力了呀。哎，你，万一你真有什么事情找我呢，对吧？那，不对。又干嘛？我的手机经常被我妈没收，为了保险起见，你还是存一下我姐的电话吧。他的手机绝对不可能被没收。
我妈拿着它去庙里开过光。你和你姐的差别待遇也太大了吧？应该的，如果我是我妈，我也这么差别待遇的。比如啊，她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给全家人做早餐，夸张吧？我们一家四口坐在喷香的饭桌面前，那个幸福，那个美满，别提多肉麻了。哎，你看，连出场方式都不一样，和我们这种乌合之众不一样，人家直接从全国比赛现场回来的。这词儿不是这么用的。咔咔咔，拍到脏东西了，还把衣服披我姐身上，有这么冷吗？瑶，怎么没跟班级一起？你们也没跟班级一起啊？我们这是自由行。不要惹事啊！我去妈揍你，我可不会拦着。姐，你这样说就太见外了，不用拦。真皮啊你！让妈多揍你几顿也好，省得你老闯祸。走吧，瑶，回班级了。别了呀。我们四个一起呗。哎，主角，哇哦！没想到你这么直接，那我就不客气了。钱呢？你别装，我的钱去哪儿了？你干嘛？这呢？哦，易遥请我们大家吃蛋糕，大家谢易遥。易遥的钱也是一样的钱，和我们的都没差别，大家不要歧视。来，我给大家分。你把我的钱给花光了。哎，没花光，没花光，还有呢。这呢？
还好唐小敏眼睛没什么问题。你跟老师解释了吗？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我确实恨唐小敏，我就是故意的。如果他眼睛真有什么状况，你是会有大麻烦的。我身上大麻烦还多着呢，还轮不着唐小敏。所以你着急用钱，就是为了治这个病吗？是。你就没什么好跟我解释的吗？我要跟你解释什么？比如呢？比如你为什么会得这个病？这又不是感冒发烧。你以为呢？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也就是觉得我跟我妈一样，对吧？我没这么想。那你怎么想？你是没想，其实你什么都没有想。你这些天这么忙，忙着数学竞赛，忙着认识新朋友，哪有功夫想别的？你就非得这么说话吗？我只会这么说话。苦的酒不知道甜是什么，仙人掌做不了花，没办法让人捧在手心里。算了，我送你回家吧。走。这个时间我还不能回去。什么意思？清明，你别管我了。你的人生好好的，非跟我搭在一起干嘛呢？可是我们从小到大都是一直在一起的呀。在一起？你告诉我，是哪种在一起？是你跟古森香那种在一起吗？当然不是了。哎呀，太辛苦了，有个加二十。就二十啊？怎么也得凑个五十吧。没问题。嗯。点嘛，就凑合着用吧。哎呀，你进来嘛！别了，干嘛？我能跟你怎么着似的？真是！哎，有病啊！用这条毛巾干什么？那干嘛呀？吱哇乱叫的，我以前一直用得快嘛，莫名其妙。启明。你可能真的没有尝到过得不到是什么滋味吧，什么都得不到，就连风都会绕着你走的。你生得好，过得好，从小到大你吃过一点苦吗？你遇到过的困难顶多就是没有考全校第一，没有拿到竞赛名次这种。你的困难，你的麻烦和我的从来就不是一回事。就算这样，我觉得别人就算落到跟你一样的境地，也不会做出你那些行为。那些行为？什么行为？你就看见我把药挤在唐小米脸上了，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欺负我的吗？启明，我从小就羡慕你，你爸爸妈妈都爱你，你妈不拿三字经骂你，不像我，全弄堂的人都知道我是贼骨头赔钱货。你生活在光亮里，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光亮的。你就非得去看那些脏的黑暗的东西吗？你以为我想看吗？是我想的吗？我妈说过，燕子再渴也不会喝地上的脏水，体面的人就算断了手脚也不会去讨饭的。你们都是活该，都是活该，对吧？
如果我要像你一样，像其他人一样，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我要怎么样才会像你们其他人一样？我要怎么样才不会让自己染上这个恶心的病？我和你就像树和树雨，就像倔强的风筝追着风去，逆着光迎着雨。世界宽广辽阔，借我小小角落，借我光和火，借我一首歌，吻冰冷大河，借浪花一朵，借我温暖的脉搏，哪怕荒凉照着。借我双手可以握，我也想像其他的女生一样，连买卫生巾都是带香味的。你觉得好笑吗？我觉得可好笑了，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带香味的卫生巾。我像个傻子一样，闻了半天。我好羡慕他们，我真的好羡慕他们。阵风雪心头落，借我小小屋檐可以躲，看悲伤流成河，夜空繁星朵朵，那一刻是我世界很冷的你温热如何？才回来，你刚去哪了？你知道你们学校把我叫去跟我说了些什么呀？你站起来！你怎么回事啊你？啊！我怎么这么倒霉，生了你这样的女儿？你才多大年纪啊你？你怎么会得这样的病？啊！说，我不知道。医生说我是被别人传染的，但是我真的没有，我没有去过公共浴室，我没有去过宾馆，我也没有用过别人的毛巾，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怎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Thank you.
看病去。求人就这口气啊？好啊，你给我封口费啊！我的钱不都被你花光了吗？要多少我给你啊！你还差多少我给你啊！我有钱的我回头就拿给你，你必须把你看到的说出去。你就是要整我，对不对？你不许说出去，不然我弄死你！好啊，你试试，看是你先弄死我，还是我先说出去。而且我也不是第一次看见了。你是齐明的女朋友吗？我呸！你回来说呸！应该是找你姐的。找我姐我也呸啊！我姐那么好，齐明这小癞蛤蟆，我真是心痛。说到心痛啊，我昨天刚去医院了。啊？心跳不好，心率也不齐，一直有杂音，估计活不久了。你别出眉头。不信啊？不信你听，海哭的声音，那片海未免也太多情。祝我生日快乐！你生日啊？你不是金牛座吗？你竟然记住了，我真是太感动了。到底是不是？不是。哎呀，其实是我姐下个月要去澳大利亚当3个月的交换生，所以呢，我爸妈就准备提前帮她把生日给过了。可是现在吧，肯定有那个小癞蛤蟆帮他过了。不过我有我的小癞蛤蟆。谁是小癞蛤蟆？你把话说清楚。当然是我。哎呀，你别看了，又不是找你的，你让他爱找谁找谁去。
易遥找我什么事啊？哎，你让开！不好意思。这次一定成功啊！哎，易遥，帮我看看手机，屁股口袋，看谁打的。是你姐。哎，手机没电，关机了。哎，没事，过来再回他。哎，你快看我啊，这次肯定能成功，我跟你说。哈哈，好厉害啊！好烦啊！真女友的典范。
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子熙，那我要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不是我，你要放了他，他是凶手。是不是只有我死了？杀过人吧？我们杀什么人？你们今天就会知道杀人是什么滋味。你要干嘛？魏贤，你上来！你不要管我！你们永远都不会承认自己做过的事有多恶毒。将来你们只会说，我怎么不记得？怎么不记得我把红墨水丢到他身上？我就是闹着玩的呀！开玩笑。还有你会说我没有喂他吃过垃圾，没有泼过他冷水，没有扒过他衣服。你们之后的日子舒舒坦坦，没有一点心理负担，你们回首自己的人生，觉得自己挺好的了，觉得自己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太恶心了，实在是太恶心了。他不会是认真的吧？如果我永远忘不掉，如果我忘不掉怎么被你们欺负，怎么被你们侮辱，
粉笔灰塞嘴里是什么滋味，打火机烧头发是什么滋味，被你们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喊杀人凶手是什么滋味，如果我永远忘不掉，你们也别想忘掉。你们骂过我最难听的词，编过最下流的绰号，你们动手的没动手的都一样，你们比石头还冷漠，你们又恶毒又愚蠢，你们胆小怕事，别人做什么你们就跟着做什么，你们巴不得世界上多死一个人，因为你们的日子真的无聊，因为你们觉得自己不会承担任何后果。杀死顾森香的凶手我不知道是谁，杀死我的凶手你们知道是谁。你要要走啊，要是唐小米吗？你是和平中学二年级一班的学生吗？你认识易遥吗？你和二年级三班的顾森香是什么关系？同学们，校园本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身为教育部门，我们一定要会同相关方面加强对学生的法治教育。我和我的学生们上了人生中最沉重的一课，令我更深切地意识到，一个人获得作为人的良知要通过教育，而教育不仅仅是学校内的责任，也是家庭和社会的担当。我希望能有一部法律保护遭受校园暴力的未成年人。和平中学校园欺凌事件被曝光之后，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昨天上午，和平区人民法院对该校园欺凌案件进行了宣判，犯罪时未满十八岁的被告人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所谓中小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内外，学生之间一方单次或者是多次蓄意或者是恶意，通过肢体语言以及网络等手段实施的欺负还有侮辱，造成了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者是精神损害等等的事件。如何防治校园欺凌，成为摆在学校家庭和全社会面前的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针对校园欺凌的行为，除了加强教育惩戒之外，也建议有关部门可以推进专项立法，通过教育和法治共同守护校园安全。安排床就不要了。同学们，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新同学的到来。大家好，我叫顾森熙。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戏。上一次觉得阳光这么温暖是什么时候？好像就在昨天，又好像上辈子那么远。不要拒绝悲伤，只管去难过，去愤怒好了。忍不住眼泪，那就尽情地哭吧。而悲伤就像条大河，或许会吞没你，但也能带你去梦想的远方。你知道金牛座的守护星是金星吗？知道，怎么了？那你知道在金星上面看日出，太阳是会从西边出来的。你好，我叫顾森熙。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的熙。干的时候，然后瘦弱，比如说人身攻击，特别难听的话，你也不知羞耻，你为什么不去自杀？说这把刀就给你，一些肉体的暴力吧，不是很熟。四个人轮番上来打耳光、敲骨，就是当时被打骨折了。他就写了一篇骂我的东西，转发加上赞，大概有1000多个。最后夸张到什么地步？就是我不出门，周围有很多人，就是会走过去，看完以后就都在躲。更希望我爸爸能过来，我并不是希望他来帮我打架，说一句这是我儿子，你们住手。为什么会想欺负别人？他们可能仅仅是为了好玩，他们肯定不会承认是爸爸。但是心里的委屈只会跟自己的孩子小狗说。带给我最大的还是那种不错很创伤的，一直陪伴你。内心的同学基本都没有，随着我自己长大吧，我已经远离了少年那种脆弱感，我很难说原谅你。我可以不计较，但是我不会原谅，我一定不会忘记。到现在我还没有勇气真正的去面对你。我是永远不能介怀的，但是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把校园暴力释放到别人的身上。越来越善良，敢于站出来才会让更多人知道，在我发生校园暴力的时候有人为我站出来，那我也会更加勇敢。
再次想起你，心里的叹息变成雨，黑夜静默如谜，繁星如梦，灯火如你，好多事来不及，好多人相遇分离，好多话都藏在心里，好多年匆匆过去，我和你就像树和树雨，就像倔强的风筝追着风去，逆着光迎着雨，世界宽记得世间寒冷的你。